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唐建波啊，很高兴时隔四年，我们的以唐国手公开赛又重启了。很多的国手和老师啊，对于我们乐队赛环节啊的指定曲目有一些疑惑，那么唐老师在这儿为大家做详细的解答啊。首先，我们是有年龄分组的，一共有四个组，八岁以下是儿童组，八到十二岁是少儿组，十二到十六岁是少年组，那么十六岁到一百岁。啊，是我们的青年组。那么每一个组别都有不同的乐队的合奏的曲目。十二到十六岁呢，是我们的少年组啊。少年组的全国十强赛第一轮啊，会产生啊我们的冠亚季军。我们的冠亚季军会晋级到我们的乐队赛啊，也就是我们的第二轮啊。少年组的乐队赛的指定曲目是著名的 Billy's Bounce 啊，这也是一首 Blues。曲式结构的爵士标准曲啊，那么跟爵士乐队合作的时候，基本上会保证到是两边主旋律，两边萨克斯 solo， 两边钢琴 solo 啊，还有两大遍啊，也就是我们有二十四小节的这个换四啊，乐句的换四啊，最后回到可能一遍或者是两遍的主旋律来结束。那么在比赛前呢，我们的乐队工作人员会告诉我们的选手这个曲子的速度是多少，会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段落结构来进行的啊，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备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到曾正堂同学为我们来做这个 Billy's Bounce 的一个简单的演示。